Bring the bass。真的了不起，假的好心情。欢迎收看推理综艺节目真的了不起。好，那你以为这个世界就像你每天看到左邻右舍就这么平淡无奇吗？没有，错，真的世界上好多各式各样的人才。当然你也不需要跑遍全世界，好吧，打开电视看真的了不起，你就晓得有多少奇人异事，包括在台湾，包括在全世界都是这样。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奇人异事到底有谁，他们发生什么事呢？待会儿一为你介绍。我一开始来看看现场是哪三组来宾艺人来参加今天的节目，来为你介绍。首先欢迎第一队何家文和许浩翔，来欢迎两位。欢迎第二队黄乔欣和 Eason。 欢迎第三队 Iceman。 大家好。好，不说你不知道，这个人除了你在荧光幕上看到他，对综艺方面是一个资深人以外，更重要的是他是行为举止大师，来为你介绍。欢迎大师玉林哥。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，这就是人生。想要头脑不发昏，请问威廉神。新的，终于换了。请问一下。这个改的梗换想了多久？差不多两个礼拜。想好久。来抢分，先上菜。好，嘉文跟浩翔，两个人新朋友，新朋友。OK， 那其实不管嘉文提示出来，你就尽快蹦个三个字出来，疯狂的，这样他才可以把那个提示很快的垒出来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缩短中间想的时间就好。好，来计时开始。两个字提示，足球。世足赛。亚军，阿根廷。好啊，植物，植物，植物，含羞草。三个字，海盗。海盗家，海贼王。海盗，找寻。藏宝图。很难的，你都会。OK， 两分十秒，来，谢谢两位，谢谢。来，接下来一阵小青。欢迎。太好了，我们安全了。你们安全了，一定哦。对啊，好弱。两分十秒，他们这么弱，你这样讲人家。两分十秒三题耶。但是植物含羞草那超强哎。有如神助。等一下，先不要笑人家。那万一要是你们两个，万一对，要是超过两分十秒怎么办？应该不会啦，他们聪明。那你就拖上班，是我就拖下班。真的假的？因为我们不可能输，不可能输。对，应该不会输。这样哈，来，我们有心眼。祝福你们两位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继续开始。虽然，黄乔欣。好脏，虽然好脏，流浪汉。天空，哎呀，好脏，换掉，白痴。你们两个都是白痴。一提都还没动呢。手背，蝴蝶袖。冰冰，来，快，那个。柔道，哪个？搏击。搏击，柔道。三个字答案。柔道。转圈，柔道转圈，回去。跌死，好柔道跌死，柔道跌死，好外过肩摔。打，那个好热，什么打？好热，先来怪。好热，冰淇淋。啊对，来两个。尿。好热，尿。啊，尿，这什么东西啊？三个字答案，马桶上，擦汗，好热，擦汗，纸巾，等一下，来，先给我时间，应该创下最佳纪录，时间给他们，两分三十四秒，你真白痴，你们两个都是白痴。大家评评理，他要什么提示？两位先不要急，我们先把刚才开始以前那段再重播一次。万一对，要是超过两分十秒，应该不会啦，他们聪明。那你就拖上班，是我就拖下班。真的假的？OK， 好，来上半身，
下半身，上半身，下半身。真的想看吗？谁想看？来，两位，请回。我的天啊！来，艾斯曼，哦，谢谢，谢谢，要在，要在一起，要在，要在一起，要在，要在，艾斯曼一起，要在，对，跟艾斯曼要在一起，艾斯曼要在一起，对，哦 ，OK， 这第一张专辑。第一张的迷你专辑，迷你专辑，对对对，销售已经破万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是，厉害耶，还可以啊，来加油，好，来来继续开，两个字提示，女的，随便猜三个字，大胸部，看到对面什么？很凶，是女的，母老虎，对，快快快，继续继续，怕怕，三个字答案，鬼，怕怕，什么鬼？你们两个不要投资啊。你再往下，胆小鬼，冰冷人，偶装，偶装，三个字答案，对对，随便猜，随便猜，三个字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好，可以，直棒，直棒，直棒，偶装，吉祥物，哦，厉害，要在一起，真的要在一起，大家支持，把心交给我吧，一起，在一起，要在一起，要在一起，哦，要在，要在一起，谢谢。你知道为什么要答应让他们继续下去？因为他们把时间都节省下来了。真的，反正像前面的两组，两分钟也给你。好，接下来带来一首慢歌。第二波主打，谢谢。哇，你们三个真的是厉害。总共时间多少？先让大家知道一下。32秒。团体默契非常好，棒。那接下来等一下，在我们节目最后，在十万奖金挑战赛，再让你们表现一下，好，好吧？谢谢，来恭喜，来对，过程这个阶段的两分。好，接下来更重要一点就是，下面才是重头戏，来大说谎家。好，那还是要再一次恭喜 S Man 在第一个阶段表现非常棒，恭喜。好，那今天凯乐要带来哪一些奇人异事呢？来，凯乐，欢迎一号，他的事迹是摆手是打暗号的酒店经理。Elisa， 你们要打手摆手是打暗号，当然目的一定是希望能够以客为尊，让客人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些服务，是因为这样吗？没错，因为我们是一间高级的餐厅，那为了就是提升服务的品质，然后缩短我们的时间，我们会有一些手势的动作。譬如什么样？譬如说，就是在平行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一桌的话需要进水。嗯。那如果说是以这样的摆动姿势的话呢，就是它需要一些气泡水。嗯。对。哦，这样就是普通的水，这样就是气泡水。对。那酒嘞？酒类吗？最喜欢。酒类的话，我们会有一个翻开，就是这一桌需要酒单的部分。哦 ，OK。那如果要像你们这些暗号啦、手势，会不会中间有发生吐槽，然后结果反而弄巧成拙？有没有发生过？曾经。有发生过什么事？就是有一位客人，他是因为是我们餐厅里面的奥客，那因为我们来一个新人，那个新人的话他就太紧张了，把那个手势看错，就是他把净水看成气泡水，结果那个客人就整个就发飙，啊，这样就发飙，对，因为他是我们大家都知道，他一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打手势说要特别注意这个客人，要关照他。我知道那客人怎么发飙，那个客人一发飙就讲，你没有看懂吗？他一直跟你讲这样子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这样子，你干嘛给我气泡水？啊，连客人也看，客人大家都懂了。对，所以奥客也有手势吗？有，真的。我再讲奥客手势，你们觉得奥客手势是什么？太危险了吧？谁会这样子啊？对啊。奥客手势是什么？就是紧握，然后这样子，哦，这样子 ，OK， 那为什么不这样子就把它太明显，太明显，打出去，打出去。我个人知道，他们这样子还要让客人看到的话，还以为说他在说我很棒，然后还要以为是这样。啊，那如果 OK 是这样，那 VIP 呢？我们会这样子，它通常代表了两个意思，就是我们已经看到 VIP 客人进来了。再来就是我们正在帮 VIP 客人代位。哦 ，OK。我也很想问的是，因为他们有个手势是只有你们店里才，还是整个就是服务业对业界都会有共通的手势吗？目前是我们集团饭店里面的手势，就是在香港。饭店，像直棒。统一师的暗号跟兄弟像不太一样，要一样的话被人家看穿啊。因为像我们之前做美发的话，就是我们的术语就是基本上全都通。对呀，你会跟他讲，因为美发的术语很有意思，
是一般人听不太懂的，可是这句流传非常多年，但是都是流通，就等于说这个业界人都会讲一样的话，就譬如什么，就可能说要是我去别人店里面洗头的老点，对老点或者是王三，要是说我可能讲话比较急歪一点，他会讲说这客人很劳瘦呢，就说这个劳驾很啰嗦。OK OK， 但是他说那这个是只有他们集团里面的饭店都是这样。OK， 来，我想现在在座六位一定都觉得他很真实，没错，是的。他这身衣服，气质，对，但别忘了李医师也是同样的一套衣服。好，这第一点一定要提醒你们。对，而且他的 pose 很像李医师。他刚刚讲完话呢，不小心有一个漏线。我们一般背完一个资料以后，背完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就会松懈了？我看他一讲完以后呢，那主持人 Q 都来，你们有什么问题？他马上，占卜师，就直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是怎么样用荷包蛋占卜。海乐，你先来。好，好了，你看女孩子多喜欢。你问一下，我们自己打是吗？问一下你结膜炎什么时候会？问医生好不好？可是我想问关于感情。OK， 好了，请问什么时候嫁得掉？这个问题好紧张哦，好怕蛋壳掉进去。蛋白还没有形成，所以我们要稍等它。你等一下，你冷静还没？这样子怎么把安慰他了？